我们先焊接这个 PP 对 PP。 接这个 PET 对 PET， 稍微冷却一下。 材料透明的比较明显，两层毕竟太难了。接下来焊接这个 PE 对 PE， 这个 PE 材料稍微有点厚，大概在2-3毫米一层。 看的时候需要稍微用点力，看一下啊，好了，拉不开了。哦，这个是我们这次焊接用的工具头，是铆焊类型的工具头。